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志南，然后我很高兴来台湾。我是学的是北台的师范，还是高级的北台的好，谢谢你们。哦，有哎，我真的有拉布的。哦。这次那个比赛你的得奖心情怎么样？其实就是还没开始的很兴奋，就还不敢继续这样子。那比赛最辛苦的是哪个方面？比赛最辛苦的方面就是要跟内容人他们沟通，然后还有辅导，因为去了平时他们都会看我们的表现，然后再来是我们走秀穿高跟鞋还穿得很痛苦，这就是最痛苦的地方。还有多少个那个国家的选手来参加？啊？多少国家的选手？25个国家。哦。所以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相当不容易、啊。真的还蛮不容易的，对啊，所以得到亚洲第一名就真的不敢直视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那接下来还会参加别的比赛吗？世界的？太卡吧。有没有对？有没有更高的目标？活动的话，我就会去参加。